过完年很重要哈，过完年就是大家要开始继续警醒了，我们要过我们每一天的信仰生活。所以今天有一个题目就是耶稣是世界的光哈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巴不得这世界的光就来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2020年都有神的指引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，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12节到20节。那我要请弟兄跟我一起来读偶数节、双数节，然后姐妹读单数节，然后20节我们再一起来读。好，弟兄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走在黑暗里，因为有光指引你们得到生命。”耶稣告诉他们：“就算我是为自己作证，这证词也是有效的，因为我知道自己从何而要往何处去，而你们对这些事却一无所知。”你们用世人的标准判断我，我却不判断任何人。就算我那样做，我的判断在各方面也都是正确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差我来的父与我在一起。我是一位证人，差我来的父则是另一位见证者。他们问：“你的父在哪儿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既然你们不认识我，也就不认识我父，也就不认识我的父。如果你们认识我，也会认识我的父。”2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这些话是耶稣在圣殿的库房那里教导人时说的。那时没有人抓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在礼拜六的晚上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在每一位神的儿女的身上，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神的儿女今天晚上都有美好的领受。透过你的话语对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，让讲道的、听讲的通通都要得着恩典。主，你就是世界的光，光照我们，在你的光的里面我们就不在黑暗中行。谢谢主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从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里面，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，那他说只要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中行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是谁？弟兄姐妹，世界的王是撒旦，所以其实这个世界是在黑暗的里面，这世界是在黑暗的里面。那因为在黑暗的里面，在黑暗里面有什么特色？什么都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宣教的时候是跟冠立牧师去云南宣教，那 在那个地方宣教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不准带手机去，然后到了晚上，其实整个乡村、农村，那什么都看不到。然后当时你知道白天经过那个地方就知道，那个地方卫生不是很好，很多动物就到处都是。那晚上什么都看不到，哇，那就很大的心理障碍。我想说，等一下会不会踩雷哈？等一下会不会怎么样子？那其实做一个调查哈，请问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的房间需要全暗的举手，需要把灯都关掉的。请放下，因为听说这样睡眠品质比较好，是吗？你才有办法分泌褪黑激素。那有刚没有举起手的，就是你需要开着灯睡嘛，是吧？有的时候我们在我的五个孩子，因为我常讲说五个孩子样本空间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每个孩子差异很大，有的孩子真的是在国小的时代大概会有一段时间会需要开着灯睡。为什么？因为开着灯可以看得很清楚嘛。那为什么不想在黑暗当中？因为黑暗当中有时候会有惧怕，是吗？因为看不见，所以会有一些惧怕。那我的孩子就有一个孩子比较特别，每次上洗手间都待蛮久的，那有的时候也好好讲都讲不来。那后来我们就决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每次他在洗手间超过一个时间，就给他断电，他马上就出来了。你们爸妈都没有在这里所以讲没有关系，他们不会这样做。好，那过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是什么？除了武汉肺炎的疫情延烧之外 ，Kobe Bryant 是吗？Kobe Bryant 在他41岁的时候，因为坐了直升机，然后在直升机就遇到空难，那就在那个事件的当中就过世了哈。那这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，就是说，这么年轻，那又蛮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球星，那怎么会这样子哈？那其实我在是在大年初几啊？哪一天？初二吗？啊？26号？26就是初二，是初三吗？反正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就看到我很想说那是假的消息，后来发现那是真的。那可是马上就想到，当时我看到 Kobe Bryant 那个
证实是真的之后，我马上就想到一个事情，是在2003年，大家可能大家都出生了吗？2003年没有出生的举手，2003年还没出生的举手。可是因为你还年轻，那时候你们还很年轻，所以你听过南洋海啸的举手。南洋海啸，好，请放下。我一个好朋友，他在南洋海啸的时候，他一家三口去那个普吉岛玩，然后就再也没回来了。那还好的是，让我觉得比较安慰的是，他们信主了，连那个孩子都信主了。孩子那个时候是4年级，他也受洗了，所以知道他们以后到天上会看到他们。可是那个时候让我很错愕，因为他被主接走的时间很年轻，连40岁都不到。那什么叫做在世界？世界在黑暗里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我们在黑暗里，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我们生命到底在什么时间，我们生命的末了是在什么时间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那在诗篇的第90章的第10节，摩西写的诗篇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。来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所以听到蛮多以前待在成人牧区的时候，最常听到就是有次牧师告诉你，等我65岁退休的时候，我再怎么样，再好好的爱主，再怎么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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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弟兄，有些人我很熟，我才敢讲这句话了。我说你确定你可以到那个时间吗？我不是在咒诅你，我连我都不是很虚伪，我可以到那个时间，因为那是在神的手里嘛，是吗？那是在神的手里，但是如果神允许的话，那我就可以到那个时间。所以我永远是跟弟兄姐妹讲说，嘿，当你想做什么事情，请你不要等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是合神心意的事情，你要传福音给家人，未信主的家人，你不要等到看黄历哪一天是黄道吉日才去传福音，不要，拜托，只要是合神心意的事，请你现在就去做，好好的爱你的家人，好好的爱主，愿意的跟我一起说阿们，不要等待哈，现在因为神要我们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尽心尽意爱主我的神，所以这个事情都不用等，现在就好好的爱神，不用等到你考完大学，或者是考完可能要考高考，或者考什么考试，生人的考试，考完之后我再来怎么样？不要等，永远不要等，现在就是现在，好好的爱神，就开始好好的爱神。因为世界在黑暗的里面，所以世人普遍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到哪里去，我们为什么活着。因为世界在黑暗的里面，所以普遍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。那因为在座的弟兄姐妹、已经信主的举手，已经信主的，那有少数人没有举手，那信主的人基本上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了很多次，我们从哪里来，耶稣是我们的上帝，是我们的 creator， 是吗？上帝是我们创造的主，所以我们不是从猴子变的，我们不是从猴子变的，我们是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，然后我们死掉，生命结束的末了，我们会到天堂去，是吗？其实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，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，那个时候永生已经在我们里面了。永生不是死了之后才有，而是我们从现在这个时刻，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刻，我们就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以至于我们灵魂永远不会死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灵魂不会死，而且死了之后肉体结束了，可是我们的灵魂到神的那边去了，到那边去。这是基督徒很清楚，我们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。可是即便是基督徒，很多人活得很茫然，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。大家同意吗？你们一定看到很多基督徒不不行，台语叫做不不行，因为你更不知道，就是茫然，没有方向感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。如果你找不到你为什么活着的目的的话，基本上你就会随随便便过你的生活。你看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14节，神的话语怎么说的？我们来读这节神的话语。来，耶稣告诉他们，就算做见证，因为我知道自己从何处来，要往何处去，你们对这些事却一无所知。那当然耶稣讲的时候是讲到他自己从哪里来。那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很多人知道耶稣的爸爸是约瑟，他的妈妈是玛利亚，他们看耶稣长大了，所以他们知道耶稣从哪里来。所以当耶稣讲到说我是从天上来，最终我要回到天上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很难理解他耶稣讲的是这个事情。可是其实我们同样的领受是，世人对这个事情一样是一无所知，何止是耶稣从哪里到哪里去他不知道，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，因为死后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嘛，是吧？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语，我们就会知道，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，即便我们死了，可是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。
这是我们很清楚的。那剩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，就是为什么活着。弟兄姐妹，我鼓励你在大学的时候，你就要很清楚你的人生的目标。这我鼓励大家去看一本书 ，Rick Warren 牧师的马鞍峰教会的那个华里克牧师的标杆人生。看过这本书的举手。好，请放下，蛮多人看的哈。我鼓励你们去看他，还没有看的鼓励你们去看他。看他的，我鼓励你们多看几次，非要清楚到不行，你的人生到底是为什么？那因为其实，你可以看到很多 designer， 比如说创造手机那个工程师，他很知道手机是做什么用的。手机做什么用的？打电话用的是吗？同时，手机做什么用？手机可能是早期你们，因为你们太年轻，你们1999年以前就出生的举手。啊，请放下。那个时候大家看到 PDA 对不对 ？PDA 可能你看到你或者你看到你爸妈在用 PDA。那时候我一台那个 Sweetcom 的 Palm， 哇，那是很了不起，因为那个有一点贵啊。那大家看到就说，哦，你好像很高档，就是你科技的人，你就会用这个东西。当时 PDA 就很大很大，那手机更大，手机那时候叫什么？大哥大，大家听过吗？所以很多很多同事做业务的，他们每次见面一出来就掏出一个，啪一放，比这个还更大，手机，大家可以想象吗？果然有代沟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叫 generation gap 就是这样子？你们很难想象，但有神牧师在讲什么啊？这个是远古时代的东西是吗？可是其实我要讲的其实是说，每一个 designer。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以前的有一个东西叫 BBC，Beamer， 那其实 BBC， 那你看到那东西拿到之后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一定会有这个想法是吗？因为你不是 designer 嘛，所以你看到一个东西，如果你不知道不看它使用说明书，可能你不知道怎么用它。弟兄姐妹，你的使用说明书呢？神创造我们，神既然是创造我们那一位，神当知道他对我们心意是什么。可是如果你不寻求回去神的时候，即便你20岁信主，或者你18岁信主，你还是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而活。啊，对不起，容我这么说，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，特别如果你每天用手机超过2-3个小时以上，媒体的力量实在太大了，你会被洗脑。这个媒体告诉你是什么？只要有那个 Chanel， 只要有什么东西，你就会很漂亮。只要去怎么样，你就会怎样。他讲的是什么？消费主义，讲的是一个，他告诉你好多好多，然后我们就会不知不觉觉得说，哦，有为者亦若是，我应该要怎么样？我应该在学业上要怎么样子？在工作应该怎么样？我的穿着应该怎么样子？我的打扮应该怎么样子？我们想的全部是这些事情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乱活，我们就会随随便便过我们的生活。那因为我们在黑暗的里面，所以世人呢普遍不知道什么事情对我们是有真正的益处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。因为我们在黑暗的里面，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有益处的。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就留下了2节非常宝贵的神的话语，我们一起来读这2节经文。那是对基督徒的生活准则，其实就是这个这么简单。我们一起来读这2节经文，来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所以你看到他讲了好多个什么，凡事都可行。可是呢，重点来了，不都有益处是吗？凡事都可行，可是不是都可以帮助到人。所以14节讲得很清楚哦，如果帮助不到人了，就不要做。简单讲是这样子，应该做很多事情就开始去想这个事情，哪个事情是有益处的，特别是永恒的益处啊。那因为世界在黑暗的里面，所以世人普遍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，应该怎么行动，以至于呢，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，你爸妈怎么做，你大概你会照着那个做，或者是你会有一个计划。我现在20岁，我25岁的时候应该做什么？30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？40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？很多社青他们在想这个事情，这个叫 career plan， 对不对？你如果在世界会告诉你说，你应该要做职涯的规划，是吗？你会听到很多学校可能会现在很多专家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设定你的目标，是吗？很多人告诉你怎么设定你的人生目标。那弟兄姐妹，那是没有神的时候就会是这样在设定。可是我不是说有目标不好，你们要设定目标，可是那个目标你要确定跟神的心意是 in line， 是一致的，是一致的。你要跟神是 in line 的，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放手去做它。那因为神给我们的永远不会是告诉你说你20年后
会是怎么样子。我讲过一个例子嘛，有一个师母，她从很年轻的时候，她就立志，她要嫁给牧师当师母。结果她事后她讲到说，嫁给牧师20年之后，她从来没有想过，她每个礼拜她要煮爱宴，然后要洗，永远洗不完的碗。她说，如果神让她看到一个异象，是她嫁给一个牧师20年之后，她可能会洗的碗超过这个大会堂，她可能说，上帝，我改变心意了，我不要当师母了。神很多时候他不会让你看到10年以后或是20年以后你会是什么样子，因为看到可能你会吓到，知道意思吗？所以神 他不会告诉你说，因为神如果告诉我讲很多事，如果神告诉我我受洗那个时候说，白德卫，你到2012年你要当牧师，我就说求他妈的，我可不可以先不要，我想想，我要等，就跟我那些弟兄回答我一样，我等65岁再信主好了。大家知道意思吗？我们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如果我们不愿意把那个主权交出去给神的时候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时候是被 block 掉的，我们是被很多事情挡住的，可能从我们的原生家庭。所以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，在约翰福音的8:12，他说耶稣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你们若跟从我，就不会走在黑暗里，因为有光指引你们得到生命。所以有神的指引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，有神的引导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blessing。 不是说有神的引导你就不会跌跌撞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有神的引导你就不会遇到问题，不是，是有神的引导你即便在困难的当中，神你知道有神的同在，你知道在这个困难的当中神从来没有撇下你，神会继续的保守带领，他一定会带你掉到那个 pit 里面，掉到那个坑里面，神会带你出来，那是你的相信。 当我们愿意让那个神的光来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那个游戏，今天没有时间不够不能玩那个游戏。我知道也是我们社群在玩一个游戏，就是他们让弟兄们把眼睛遮起来，他们用布把它遮起来，然后后面就有一个人 当指挥，那个往前走，停停停停，向右转向右转，然后停，然后再向左转啊，等等，修正修正，向后退向后退，然后啊，看摸往上，手举起来，摸什么地方，拿什么东西下来。你知道那个被遮起来那个感觉，后来就问他们那个感觉，他说每一个人都觉得好惊恐、喔、不知道会不会等一下会，因为他们设了很多路障，他们很怕等一下会被撞到那边，会怎么样子、啊、所以很多时候有人引导，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、啊、如果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盲点，我们看不到的时候，有人引导，那是一个莫大的 blessing。 那我们再如果看回约翰福音的8:12，当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他之前的时候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，是一个新人妇人的故事。那耶稣，你在看到耶稣讲7个我是，他每一个我是，他都同时接一个事件，每一个我是都接一个事件。像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他一前一后讲到两个事件，那两个事件都在讲说，嘿，你们知道你们眼睛是瞎的吗？虽然你的肉体的眼睛看得见，可是实际上你是瞎的，因为你 有眼睛却看不到真相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那个约翰福音的8:12的前面的那11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耶稣回到橄榄山去，清早还有来到圣殿，众人都快聚集起来，他就坐下教导他们。他正说话的时候，狱长要是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在童年时被捉的女人，要把她带回来众人面前，因为他们都在耶稣说他是这个女人从前被他们常待住了。摩西律法说他们试图设下圈套，好从他的话里抓到把柄来对付他。耶稣却弯下腰，用指头在地上写字。他们不断追问，耶稣便直起身说：“好吧，就让那些犯过罪的人扔第一块石头。”说完，又弯腰在地上写字。指控的人听了这话，就从最年长的开始，一个一个溜走了，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女人站在中间。耶稣直起身对那个女人说：“指控你的人去哪里？难道没有一个人定你的罪？”女人回答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回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。”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你们若跟从我，就不会走在黑暗里，因为有光指引你们得到生命。”耶稣讲世界的光之前，其实使徒约翰他是
他只在约翰福音里面只讲了七个神迹，可他最后里面讲到说，其实耶稣行了好多好多神迹，就算事实上是有一句成语叫做罄竹难书，可是他是讲不好的，可是他其实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很难用笔墨把它统统写下来，实在是太多了，耶稣的神迹实在是太多了。然后他讲到七个我是，这是耶稣的自我宣告，耶稣说 I am the light， 我是什么，我是什么，我是什么。他每一个讲到七个我是，每一个都是跟我们的关系，跟神的儿女的关系。当耶稣讲到说我是世界的光，他不是跟我们没关系的，而是说如果你们肯跟从我，你们就不会走在黑暗的里面，因为有光来指引你们得到生命。所以耶稣讲的七个我是，每一个都是有跟我们非常紧密的关系。如果我们肯让神来指引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生命。所以今天在礼拜六的主日的时候，我盼望神的光可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，以至于我们很清楚明白第一个部分，就是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罪人。那因为这个部分我自己非常非常清楚，我是我们家最后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传我福音的人每一个都说我看起来表面上很聪明，可是我很像孔古力。孔古力就是混凝土的意思，水泥的意思，很硬很硬的意思。那话说第一个带我信主的人，第一个传我福音的是我爱边的非常非常要好的同事。有一天我们在喝咖啡，他突然爆出一句话说，欸，Daniel 你知道吗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然后我就看着他说，你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，我是好人啊。然后他看着我，然后就看着他应该是有问号对我是好人这件事情。我就说，哦，那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是好人。那我本来是有停车位，每个月我付5000块，可是因为有看到有一个单位有需要，于是我开始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每一天早半个小时到公司附近上班，然后不租停车格了，我就去外面停。那时候台北还没有铁路地下化，然后我就去铁轨的旁边找到免费的停车位，我每天不厌其烦，然后每个月就奉献给那个单位5000块。然后我看他们没有，我那个朋友没有这么 nice 说哇，然后看他还是看这样看着我说，哦，还有，我不止做这件事情，我还做了什么事情？我要证明我是什么好人，我很努力在证明我是好人。那很显然他有一点好的神学教育嘛，所以他知道其实你只是不知道你是罪人而已。然后那个时代刚好又有一部电影，那部电影叫做铁达尼号，看过的举手。铁达尼号，好，请放下。看过2次以上的举手。哇，还蛮多的哈，我以为我是异类，我也看了好几次哈，啊，不过是陪人看的哈，陪人家看的。铁达尼号最经典的一句台词是什么？就在那个地方，他讲什么 ？I'm the king of the world。对，在我信主以前，我真的以为我是这样子。我现在这台词根本就是我有写的嘛，因为我觉得从小考试，考小学，考幼稚园，七个录取一个，我上了，然后到什么时间，然后又是什么，就是小学、中学。通通都是名列前茅，那升学都很顺利，然后喜欢的女孩子都喜欢我，然后升学，然后没有，还好我们不是爱情骗子，感谢主，即便那时候还没有信主，我们从来不是爱情骗子。好，那其实，所以当我的家人，我爸妈在1994年信主的时候，他们就说永成来信主啊，信主很好很好很好，我就说啊，我没有信主也很好啊。我没有信主，现在我到现在我什么都不缺，我什么都很好啊。然后其实我有一句话不好意思跟我爸妈讲的话，那觉得很伤的是说，我告诉你，只有软弱的人才需要信耶稣，那是我忍下没有讲的话。这其实就是你知道，当你自己被当你在活在黑暗的里面，没有那个光照你的时候，你就有这个错觉，那是一个错觉。那其实直到我遇到婚姻危机的时候，其实我才知道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。那我们刚刚在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新淫妇人，你去想象新淫妇人的场景，新淫妇人是一个现行犯是吗？你看读到刚才 那段经文第八章的第三节，他是在通奸的时候怎么样被抓的，被活逮哦。那第四节讲的是什么？被当场逮住了，所以他是一个现行犯。现行犯是什么意思？当场犯罪的现场被抓到嘛。所以当他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猜猜看他的心情是什么？羞愧、羞耻、惧怕，还有呢？后悔。我相信他一定很多人的情绪。那他知道大家都来意不善是吗？因为根据犹太人的律法，通奸要怎么样？用石头砸死啊。他其实他是很知道的，而且他知道不是只有他知道他自己犯罪，是那一坨拉古的人都知道他犯罪是吗？
因为有时候你犯罪只有你自己知道嘛，那是叫我们那个称为只有，就很像口臭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别人都不知道。可是这个现行犯是全世界都知道，哎，大家都知道他是犯了这个错，所以你可以知道他非常非常不安，他很像什么？他很像是一个犯人，很像是一个现行犯，在等候宣判，甚至是等候处决。你可以想那个心情，你可以想那个心情。可是其实这样子的人，当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这样的人，反而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有救了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十七节，神的话语怎么说？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。来，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：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你看，当我的好朋友跟我讲说 Daniel 我们都是罪人，我说 No 我是好人。所以至于我爸妈跟我讲说我们来信主吧，我不需要，我就完全没有需要，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搞定嘛，我的人生我自己完全可以搞定，因为在我的掌握当中。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：自以为健康的人，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嘛，对不对？如果知道确诊的人，武汉肺炎确诊的人一定都乖乖的待在医院的里面，医院也不会让他跑出去嘛，那就变成漏网之鱼。可是当你不知道生病的，你完全不会去看医生，这很自然的道理。所以当我们的眼睛如果被 block 掉的时候，其实那是很可怕的事情，因为如果我们承认上帝啊，我得罪了你，我非常需要你的恩典，我非常需要你的怜悯，这个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。不然耶稣他的确是死了，也是为每一个人死的，可是我们却领受不到那个祝福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。可以对照另外一群人，就是把这个行淫妇人带到耶稣面前，那群人叫做律法教师，就是文士，还有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。那这一群人其实对这个行淫妇人来看的话，他们把行淫妇人当工具哦，因为他们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只有一个目的是怎么样，想要抓耶稣的把柄，所以他们叫做居心不良。你看到这一群人，他们超级懂神的话，可能不懂神的心意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。所以我看到的需要这个世上的光的不只是非基督徒，弟兄姐妹，基督徒也非常非常需要这世界的光。好，如果你跑到你已经失去神的同在了， most likely 你那个世界的光没有在照你哦。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神的同在了，我们不自知，以至于我们活着跟不信主人是一样的，那个某个程度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 block 掉了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那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第五节，你看这一群人第四节他说：老师老师，拉比，这个女人犯罪了，被当场逮住了，你认为应该怎么做？可是第六节讲到重点了，我们来读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。来，他们试图设下圈套，好从他的话里抓到把柄来对付他，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。他们不断追问，耶稣便直起身说：好吧，就让那没有犯过罪的人扔第一块石头。你看这个耶稣很幽默，那可是在前面看第六节，法利赛人还有那些文士，他们其实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 set up， 那是一个圈套，他想要从耶稣的回答的里面抓到把柄。因为耶稣没有权力可以定那个人死罪，罗马律法才可以定一个人死罪，可是按照犹太人律法又是当一个人犯了就是奸淫的罪是要被打死的，所以他们想要从耶稣的回答里面再抓耶稣的小辫子。那可是圣经里面说耶稣怎么样，弯下头用指头在地上写字。那曾经有人真的在母会时期就跑去问张牧师，张茂松牧师就问他说：张哥，你觉得耶稣在写什么字啊？那张茂松牧师有一次在主日里面就讲到说：我猜圣经里面没有写，他说我猜什么，全是罪人，全是罪人，就是所有人都是罪人，全部都是罪人。那当这一群人不断的追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：好啊，那个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的，谁就开第一枪嘛，谁就扔第一块石头。所以其实很重要很重要的弟兄姐妹，当神的光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明白，即便我们信主了，可是我们常常在有意或无意我们还是会犯罪，是吗？我们还常常会有意或无意会犯罪，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一个罪人哦，只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好，当我们越清楚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第二方面，那个世界观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还是罪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第二方面它很自然会发生，就是我们不会定罪人，我们不会定罪。为什么？
因为我们知道定罪，你去查字典看什么是定罪。定罪的意思就是法院，法院里面那个法官，他根据一个人的犯罪的行为，他来认定他犯了什么罪。以这个嫌疑妇人来看的话，他当场被抓到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看就知道说他犯了什么罪嘛，根据他的行为就知道他犯了什么通奸罪，是吗？那有的小偷当场被抓到，他就犯了什么窃盗罪嘛。所以定罪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因为定罪通常你一定要有确证，一定要有证据，你一定要有看到有，而且是耶稣讲的，一定要两个人以上，是吗？两个人以上才可以定准。那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十五节，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用世人的标准怎么样？你们以外貌来判断人，那我却不判断人。”新普基本的翻译他说：“你们用世人的标准，你们用世人的标准来判断我，我却不判断任何人，却不判断任何人。”那我们在成人牧区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最常看到的很多进入婚姻的这些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在新婚的前面几个月大吵，为什么？他们常常拿自己的标准出来，因为我怎么样子，我都怎么样，所以你也应该怎么样。你只要拿自己的标准出来就完蛋了。每个人标准都不一样，是吗？每个人身上都好像有一把尺，如果把尺拿出来，啊，怎么都不一样。我讲的过很多次，我们家小孩子比较多，对不对？要么空间比较大，所以比较客观一点，稍微比较客观一点。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女儿，就每次你问她考试说，哎，你考试考得怎么样？她说啊，把狗这考不好，这次考不好，那分数几分？98分。然后另外一个孩子每次说你考得怎么样？哦，把我考得不错。你每次问她几乎10次，她说考不错，那一出来80分。为什么？她标准很不一样，一个是70分以上就不错，一个是100分才不错。所以至于虽然是一个是98，一个是80分，98分当比80分好嘛？从爸爸的角度，可是你看，发现每个角度都不一样，是吗？当你拿自己的标准出来，那就没完没了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们进入婚姻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状况？是因为都是拿自己的标准当标准，以自己的标准当标准的时候，基本上就会有衍生出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第三节里面讲到说，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，其实是律法教师呢跟法利赛人把这个妇人带来哦。那你如果看这一群人，这群人基本上他们是最熟悉摩西五经、最熟悉圣经的圣经的一群人，可是圣经读了很多遍，可是却不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读经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可是读懂神的心意更重要。请你不要每天只是读经，然后只是为了赶进度。那今年没有读经礼券的嘛？那我们要不要还是全年读完一次？要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在读经的时候，可不可以稍微每次在读经的时候，稍微想一下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你在每一段圣经的里面，是不是可以看到里面有耶稣？很重要的是，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里面有神，里面讲的是耶稣，不管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。那可是这群人他们却来到耶稣面前，而且每一个人都已经拿石头了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，谁就砸了。”所以如果以今天来讲，当耶稣讲这句话的话，我一定是第一个走出去的，是吧？我年纪最大嘛。你看里面说从老到小，就一个一个就走出去了，一个一个就走出去了。那这一群人其实很可惜的就是，他们都是领袖，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人社会的领袖。这一群领袖，他们对圣经最熟悉，可是很可惜的是，他们熟悉圣经，不熟悉神的心意，以至于耶稣来，他们认不出耶稣，甚至把耶稣钉十字架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情！所以，如果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读了很多遍，可是我们没有越来越爱耶稣的话，弟兄姐妹，容我这么说 ，something wrong。我们一定是哪个地方不大对。这是谁一直在刁我说带弟兄姐妹做门徒训练？因为真正的门徒训练是生命的改变，不是读经读了20遍、30遍，那个都很棒。可是更重要的是生命的转变，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。当刚才我们愿意被神调整的时候，被神雕塑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就开始不一样。这是门徒训练，所以盼望火把教会有一个文化，以后听到门训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不是好像是被叫到训导出去，好像你在社青的时候有时候听到说啊，今天我要被谁门训，然后每次听了几次之后发现，哎，门训怎么在火把教会变成一个动词？那这个动词好像就是小学的时候被带到叫到训导处是一样的，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你有一个人愿意做在你身上投资时间，他愿意不只是在你旁边陪伴你，因为门训包括什么？门徒训练包括督责，那包括在旁边支持你。我觉得这两个象限都还蛮重要的。那
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37节跟41节，它紧接在我们讲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之后的。那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，我们说了很多次，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，你就要怎么样对待人；你不希望别人对你做什么，你就不要这样对待别人。那紧接着就是6章3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。来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所以很简单的道理是，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人喜欢被论断，所以请不要论断人；没有人喜欢被定罪，是吗？没有人喜欢被定罪，所以请不要定罪人。那神要我们要饶恕人，因为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犯的错也被别人饶恕的话，那当别人对你做了一些让你很难过的事情，也请你发动你的自由意志开始饶恕他。那41节他说的更妙的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。来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？大家知道梁木的意思对不对？梁木就是柱子，柱子很大对不对？你说去看新堂，那个新堂的那个柱子超级大的，所有台北市的地下室的建筑，那个柱子都超级大的，那个梁是很大的。那大家看到刺有没有这么大一根刺？这叫棒子，不叫刺嘛，对不对？刺一定是很细的，是吗？所以你看他讲的一个对比，你为什么看到别人身上有一个小错误，可是却没有看到自己有一个很大的错误？这是因为人有罪性，以至于呢，我们在看别人看自己的是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看到别人的是什么？看到别人犯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说，哦，你那个真的是罪大恶极，那个是什么？自己犯了同样的错误，你会想说，哦，我其实我的动机是好的，其实我本来的意思是想要怎样，那个只是不小心。我们这人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我们会记得别人的不好，然后会记得自己的好。就像我那个朋友说，天天我们都是罪人，我想的都是我做的好的事情。当我信主之后，我当时有一点羞愧，就是我想一想，我做的坏事一定比我做的好事多很多，只是我做的坏事通常都被我淡忘。去韩国祷告生，当被神光照的时候，就突然神就提说，你看你小时候偷你爸爸的钱，你偷你哥哥的钱啊，然后去跟他们道歉，我说还需要吗？他们都不知道哎。当被神的光照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那就要被神的光照。好，那所以一句成语叫五十步笑百步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，就是战争的时候，有人怕战争，然后赶快遇到问题状况赶快跑，结果那个跑得比较近的人，他笑那个跑得比较远，啊，你们这些胆小鬼，然后自己也跑了。那我常常想说，那跑五十步是因为他跑比较慢，所以他没有跑那么远，跑百步的可能是那个赛跑的冠军，可以跑很远。所以有一个，刚好这两天有一个弟兄送给我一幅漫画，觉得他很可爱。过年时期你看，他说，欸，打电话给你二叔，叫他过来喝酒。然后他的小孩就说，啊，二叔他说没有办法来，为什么？二婶说他在洗厕所，哦，没有用的家伙，丢男人的脸。要是我，然后老婆就问说，要是你怎样，早就洗好了。原来两个都怕老婆，一个他还更怕，这就叫五十步笑百步，知道吗？那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，很自然我们就不会去定人的罪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的8章7节，耶稣说，好，让那个没有犯过罪的人就丢第一块石头吧。在武汉肺炎疫情紧张的时候，这段时间过年期间，今年过年期间很特别嘛，对不对？看到 Kobe Bryant 的消息，那又看到武汉肺炎那个，然后当时带了孩子去先去苗栗玩，去台中，然后去日月潭。苗栗的时候基本上很少人戴口罩，因为苗栗没有案例，到台中的时候开始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新闻有说有人啪啪走，对不对？有人其实到中国国内，然后从那边回来，然后爸爸妈妈帮他接风，然后之后这一家人到处乱跑，然后台中你就看到几乎全面戒备，大多数人都是戴着口罩的。到日月潭更不用讲了，90%是戴着口罩的。那时候我们已经买不到口罩了，我们去那边我们没有预备口罩。其实今天几乎从台上看下去还蛮壮观的，应该拍一张照。从台上看下去，这个应该是蛮难得一见的哈。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到肺炎，武汉肺炎疫情比较紧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就开始抱怨了，是吗？我们就开始定罪人了。那一家子干嘛回来？那些台上干嘛回来？政府干嘛让他们回来？那我常有些人这样讲的，包括我的孩子，可能都有人这样讲。我说，那如果是你爸嘞？哦，我爸可以让他回来，放他一马。是这样吗，弟兄姐妹？当如果他是你的家人，你的想法会不一样的。那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眼睛是被遮蔽的。如果当他是你的家人，你做的判断会不一样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眼睛就是被遮蔽的。
那所以要小心，因为审判是神的工作，要记得。如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论断或者是定罪的时候，我们在扮演神的角色。请跟一组的弟兄姐妹讲说，请你不要扮演神的角色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主耶稣不是定我们罪的，那主耶稣是愿意帮助我们的。我们看到刚刚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第七节，其实耶稣有讲到那一句话，我也不定罪你了。那现在一个一个都走掉了嘛，他说没有犯过罪认定坏死，我们看第八节、有第八节吗？有第八节吗？ 没关系，好，我们继续看。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，法利赛人他们常常把重点放错地方，他们非常非常的努力要持守律法，可是他们最常扮演的角色就是纠察队长。你耶稣啊，你的门徒怎么在安息日去掐麦穗吃？耶稣啊，你怎么在安息日的时候去医治 去做这个事情？那大家可能在读圣经的时候会不理解说，那为什么这一群人对圣经这么熟，为什么他们一直这样子？你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看到很多很多的冲突是什么，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冲突是吗？大家有这个疑问吗？有这个疑问吗？那你只要你手上有钱的，你可以来做拿一个做实验，你可以拿两个铜板出来，你如果有铜板的你可以拿出来，我拿两个十块出来，这是我的 mentor， 他让我们做一个实验。你拿两个铜板十块钱的，你当你把十块钱放很远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地方是吗？只有被钱臭脚挡住的地方看不到嘛。可是你钱放近一点呢，被挡住的地方是不是多一点是吗？那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哦，把铜板放在你的眼睛上呢，那你看到什么？你什么都看不见嘛，你只看到钱是吗？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把他们说的 focus 都放在什么地方？律法。你们是不是又违规了？他们只看到安息日，只要安息日任何说，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这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哦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他们自己在做这个事情，他们完全没有看到在安息日耶稣做了好了不起的神迹，是吧？他们完，因为他们的 focus 就是这样子。他们，你眼睛那个钱就代表你重视的东西了。你重视钱，你所有全世界你看到就是钱。那你看到是守律法很重要，你看到的就是什么？你观察的全部都是看到律法，你这个人有没有遵守这个律法？那因为犹太人亡国，他们南国北国都灭掉了，所以他们才开始检讨说，为什么我们明明是神的选民，为什么我会灭国？所以他们开始很努力的去从圣经里面去查考。后来他们有一个结论，他们从摩西的十诫的里面，他们其中一个结论就是，以前祖宗不好好的守安息日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问题。那于是他们就把摩西的十诫衍生成为613条的律例，其中有248条是要做什么，那另外有365条是不可以做什么，不可以做什么。那比如说他有一些东西念给大家听，比如说在安息日的时候，安息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五的晚上6点钟到礼拜六的晚上6点钟，不可以使用任何电器产品，包括电视、手机，不可以使用金钱与进行和金钱相关的活动，包括购买，包括整理账单，不可写字，不可画画，不可浇水，不可摘花，不可开车，不可以开关灯，不可以按任何按钮。于是几年前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，就发现一个非常妙的情况。你知道，对回教徒有一个回教徒认证的餐厅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有一个标志，就是他们可以安全去，因为那个地方绝对没有猪油，也不会有猪肉，那是一个非常对回教徒非常安全的环境。那你到犹太人去的时候，他们有一种电梯叫做安息日电梯。你知道什么叫安息日电梯吗？因为不可按 button， 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他程式设定好，你要去石头的话，你会发现说，我们去坐电梯，我们坐到安息日电梯，遇到安息日的时候，一楼上去了，噔，二楼，噔，哎，怎么都不出去，然后又关起来了。你要到三楼，怎么又停了？那一看还是不出去，后来才懂，原来有安息日电梯。他们每个礼拜五的时候就设定那个程式，他们就设定那个程式，只要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的晚上，你是不能，他就到每一个楼层就是自动会开关的往上下来，也是这样子。他们执行的够彻底是吗？请问执行安息日的律例够彻底跟爱神哪个比较重要？所以难怪耶稣会跟法利赛有这么多的冲突，他们跟他有够多冲突了。所以一本书叫做为什么你没有看见大猩猩，那个实验你可以自己上网络去看，那个时间不够我们不去看看那个。那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不可以看到，
你看见跟看到是两件事情。Bill Wilson 牧师他在前几年来曾经来火把连续来三年，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自己的故事。他在很年幼的时候，大概三四岁的时候，他被他妈妈丢在街头，足足三天之久。那个地方是很热闹的地方，人来人往，有行人，有车子，人来人往，车来车往。可是呢，三天之久才有一个男人停下来，然后跟他谈一下话，然后去买了东西给他吃。后来这个弟兄就带他去参加一个营会，以至于那个 Bill Wilson 牧师后来信主，他也对学生有一个对孩子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热情哈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很多时候我们看见，可是我们却忽略掉了，是吧？或者我们看见，可是我们根本就被某些事情，我们被我们在意的事情，我们只在乎在意的事情，以至于其他事情完全被我们忽略掉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。那最后我们要来再来读一次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第十一节，我们来读这节经文。来，那女人回答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回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记得，主耶稣不是定我们罪的。今天你离开这个地方，你一定要记得，或许你现在还在一些错误，常常让你觉得很懊恼，说啊，为什么信主还在犯错？有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，耶稣不是定我们罪的，耶稣是那位愿意帮助我们的神，因为他非常非常爱我们。那可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样？回去，不要再犯罪了。当这个世界的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脱离黑暗。所以一定要在活在那个光明的里面，只有一个诀窍，就是上帝啊，你用光来光照我。当我们在 光中行，我们就不会活在黑暗的里面。所以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，说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让世人因着耶稣而得救。只要信耶稣的人就怎么样，不被定罪。我们在座已经受洗的举手，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举手，好，请放下。有少数人没有，所以你刚举起手来，你要很清楚，我们都已经信耶稣了嘛，是吗？所以耶稣已经不再定罪我们了。这是罗马书的八章一节二节的，主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释放了我们，已经在基督耶稣释放我们。所以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记得耶稣是不定罪我们的神，否则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其实对你来讲就没有关系了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。好吧，我们请他起立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然后我们就来祷告。赞美归于我主神名，赞美他名，直到永远，永无止境，高唱赞美你，哦主。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七节，耶稣其实就说了一句话，就是让那些没有犯罪的人就丢第一块石头吧。这是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的。我知道很多时候你可能被别人的话语抓住了，或是被别人得罪，或被别人伤害了，以至于其实我们里面很愤怒，我们手上其实也拿了一个石头，想要有机会来就要砸下去，就要砸下去。那如果有这样情形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神告诉我们，放下那个石头吧，放下那个石头，不要做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真的很辛苦，做想要一天到晚想要定罪人，那个人是最辛苦的，因为他会活得非常非常辛苦，因为他知道他怎么看别人，别人就怎么看他，他不能饶恕别人，别人就会一样这么饶恕我们。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你曾经被深深伤害过，被得罪过，可能是话语，可能是被错待的，好吧，我要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。然后先把手脚为你祷告，一、二、三。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举起手了，请你们放下来，为你们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为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他们在过去的这个时间，有一段时间的当中，他们非常非常辛苦，因为他们被错待，他们可能被用错误的方式，或是被一些话语伤害。求主今天
今天傍晚这个时刻，赐下以宝贵的圣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。当他们愿意举起手，在你的面前举起手的时候，表示主啊，他们愿意放下他们手上的石头，而是他们愿意发动他们自由意志，说主啊，他们愿意饶恕那个深深伤害他们、得罪他们的人。而是主耶稣，就求主加添力量在他们的身上。当他们下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主，你赐下力量在他们的身上，以至于他们可以完全的 let go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他们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。是的，主啊，你说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哪里就有释放。是的，今天傍晚在这个时刻，你的仆人就奉主的名斥责他们身上的一切的锁链捆绑，通通都要断开，他们得到完全的自由。是的，主啊，从你而来的喜乐平安充满浇灌在他们的身上，主，你的光照在他们的身上，以至于他们不在黑暗的当中行。是的，主耶稣，谢谢你与这些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把荣耀掌声给我们的神。我们有第二个祷告，就是大家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。可是很重要的全新的生命，就是神告诉我们他不再定罪我们，可是有一个同时耶稣讲一句话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有一个新生命的时候，很重要的那个新生命，我们把他的主权要出去给神。记得我们那个生命的主权不是在我们，因为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，那个不是属于我们的，那个生命已经不是属于我们，那是属于耶稣的。所以如果愿意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，好不好？我要请你把手举起来，我要为你祷告。一二三，我看到好多好多人举起手，请你放下，为你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看到好多年轻人，他们愿意举起手回应你的呼召，他们愿意把他们生命交给你，他们不只是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，乃是他们愿意 接待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，他们愿意在你的光中行，以至于他们可以不在黑暗的里面，他们可以被这个世界的光来引导他们前面的方向、脚步跟道路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亲自来保守恩待他们。是的，主啊，他们既然愿意放手把他们主权都交给你，就求主做奇妙的工作在他们人际关系的当中，在他们学校的学习的当中，在他们职场工作的当中，在他们跟家人的关系的当中。是的，主耶稣，让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，主啊，你就把天上地上的祝福多多的加添在他们的身上。谢谢主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再唱个副歌。赞美归于我主生命，赞美他名直到永远，永无止境，高唱赞美你。哦主，我主，我神，唱赞美你，哦主，哦主，哦神。低头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常常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